来剑比较有力，不好吧？那不是乱拍吧？那个是。附近有座庙，天天猫来尿，尿来猫，猫来尿，楼下小猫猫喵喵叫。盆里有个瓢，风吹瓢把摇，不知是瓢不盆，能不能共瓢？一位黄胡子，一位黄胡子，两个胡子爱写字，新年到了写福字，不知是黄胡子的胡子写的，还是黄胡子的胡子写的？石老师讲时事，成天时事讲知识，要知时事看报纸，从看报纸要功夫，才能搞懂天下事。妈妈骑马马上跑，下了妈妈骑马马，马爸爸脚一滑，妈咪下，救命啊！哈哈哈哈哈哈！今天下来好又不要。哎呀，救命！这个表演呢，语言真有趣，小朋友。有成语对不对？我这个小朋友好聪明哦，体育还有五姿还多少？哈、哦，它里面有些颠倒，也有些成语，这些东西背起来对这些小朋友都不是难事。当然，我们有记的，我们也有动态的。我们动态的是什么呢？我们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位小朋友都会学习打鼓，打鼓是我们的一个本位课程，人人会打鼓。今天呢，带来我们六年级这些小朋友所带来的鼓艺表演。待会我们会表演两首曲目。首先呢，先跟各位介绍第一首《喜狮锣鼓》。刚刚听完记得，让各位想一下，我们的喜狮三拜先出来，我们的喜狮要出来玩了。好，我们的喜狮呢分成了五段，今天我们只表演一二四段。剩下的两段，欢迎到祭台楼下来找我们，我们非常乐意表演给各位同学看。好，非常乐意表演给各位呢乡亲父老看。那我们现在借各位的双手来欢迎我们祭台国小六年级小朋友所带来的喜狮锣鼓。